第八届高雄艺术博览会于博尔艺术特区举办，来自全台各地40家艺术空间联合展出，力推当代新锐艺术，结合三大主题，各类型的新潮创作，让民众大开眼界。主题策展方面，我们有台湾潮、台湾原住民当代艺术平台，以及推广高雄艺术家的高雄艺术特展区，三大主轴为核心。Jeff Koons 这些世界级的潮流艺术来跟高雄的朋友见面，就从台湾接轨全世界，然后希望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氛围可以在高雄地区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视觉感受。今年以东南亚及东北亚艺术交汇平台为定位，聚焦原住民当代艺术、台湾潮，还有现场进行的涂鸦艺术与学术性论坛，体验视觉魅力的多重飨宴。人间卫视吴永曲高雄采访报道。